哇塞，你看西安这个南门建设得多漂亮！前面这里有一大面积的一个广场，全都是大草坪。这里是陕西西安的市中心，这里啊，西安的南门景区，旁边就是西安的城墙。西安城墙也是国家5A级景点，永宁门。由于它这座门是处于西安城墙的正南边啊，所以西安人称作为南门。看一下此时此刻南门景区，这里哦，人还这是小挺店里多边的。儿，哦，下面这个广场上都是外地来西安的游客啊，现在这些游客都准备登上城墙去参观呢。他需要从这个地下通道走上来之后，通过前面这个通道往里面一直走，通过这个吊桥就可以登上西安城墙了。南门这里是一个入口，看到了护城河。西安的城里跟城外是两种景象，你看这个，它这个从城墙分界线啊到城里面，都是这种古老的建筑，看不到那种超高的建筑。但是目光转向前面这里啊，看到这些建筑都是在城外的，它城里是限高的，所以看不到这种高楼大厦。城外则是一片繁华的景象，各种商场、酒店、高楼大厦、写字楼、公寓，非常的多。这个南门建设真漂亮，非常的豪华，特别喜欢这个地方。